大家好，我叫 Damon， 今天就介紹一隻日本清酒，它就叫桂月。桂月呢，為何叫桂月？其實桂月是一個日本清酒酒神，那個莊呢已經有140多年歷史了。現在台面這三支呢都是純米大吟釀來的，是的。它用的米種呢叫吟之夢，吟之夢呢就是高知縣的本地米來的，其實都是山田錦的後代來的。咁先講講第一支50精米步合嘅純米淡釀啦。咁佢係一個非常之容易入口，冇飲開酒嘅人咧都好容易接受。咁佢哋趁一般嘅日本夜食，好似魚生啊、白魚啊，咁基本上都係好適合嘅。咁第二支40純米淡釀咧，個質感就會豐富啲，口感就會紮實好多，米味咧亦都係重啲嘅。咁個 after taste 咧都會係稍微濃少少，係啦。咁呢一支咧叫 Sake Natural， 點解叫 Sake Natural 咧？其實咧係因為佢耕種米嗰陣時咧係純天然嘅耕種方法，係唔用任何嘅殺蟲劑或者農藥嘅，所以佢耕種出嚟嘅三分一嘅米咧係自然選好咗嘅，係啦。咁呢支酒入口嘅更加會特別，就係佢會係好清新、好清爽，感覺好似飲嘅一支天然嘅雪山礦泉水咁嘅。咁佢特別係適合襯一啲好鮮味嘅嘢食，包括係一啲魚子啊，或者係象拔蚌刺身啊，咁都好適合嘅。如果大家對呢三支酒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上去明報嘅網購 Power Up 度選購。